尼金色因果记事集戒掉邪淫才上得去系列外道陷阱无处不在。以下为两位有缘人分享。分享一，阿伯的话，现场开示精华揭露，复佛外道的结缘书会注入外道的理论，看了导致心事灵事被污染，只要灵体出问题，人马上就出问题。修行在心不在相，不要乱收别人的东西，家里放外道书籍会导致家中磁场乱，小孩身心灵发展被影响，容易叛逆，家中也容易有杂灵，杂灵越多干扰越多，对子女读书越不利。父母要修清净心，让子女在清净的环境中长大，也会对子女的读书有帮助。很多业主菩萨、鬼道众生会假借仙佛误导众生。我曾为了忏悔邪淫的罪业，大量注印复佛外道书籍，还不辞劳苦的到处流通，因为书上说流通越多就能免去越多地狱恶业，还能增加自身福报。因为贪图福报，一心想透过发放善书劝人为善的方法来快速消除罪业，结果反而增加自己与外道的联系，不但心性被外道污染，也因流通外道书籍污染众生，增加许多罪业。后来求助摩尼金舍之后，才知道自己流通的是外道书籍。阿伯常说，心外求缘，外道不远。自己定力不足，智慧不开，贪求快速方便，以为这样就可以把业障消除。不知道修行其实是修心，若是心性不提升，就很容易被外道诱惑，让外道有机可乘。后来金舍佛菩萨开示消除发放外道书籍以及外道院业力，我告诉自己要脚踏实地精进念诵，自信自度，自业自消，要自己努力，业障才有消完的一天。除诵经之外，金舍部落格的文章和高僧大德文抄也要多看，还要搭配静坐反思沉淀不足之处，如此才能逐渐明心见性，破除迷障烦恼。分享二，阿伯的话，现场开示精华揭露。许多人以为地藏王菩萨是阴的，晚上不能念经，这是以讹传讹。晚上是可以念经的，而且地藏王菩萨的愿力很大，地藏经上讲的28种利益真实不虚，若他要帮你，是你有很大的福报及善根，
世间人会怕鬼，则是因为坏事做多。否则，正大光明的人不会惧怕鬼神。读硕士、博士，要会读书，一定要补福德资粮，不然没办法毕业。就像古代的秀才、举人、状元，也是要具足福德资粮，自身福德资粮够，行事才会比较顺利。我最初在寺院结缘《地藏经》时，觉得经文太长了，念不下去，一直在家放着。但我在准备毕业论文的期间，常常修改论文，心情压抑，就拿起《地藏经》来念。刚开始念时，不知为何，总是趴在床上大哭，总觉得有一种温暖光明的感觉，让我心生感动。后来，诵经渐渐成为一种习惯，一天不念《地藏经》，就觉得不自在。我的论文被抽中院检，我的内心极其焦虑不安，因为院检很严苛，若没有通过，就会毕不了业。为了抚平内心的焦虑，我更加努力念《地藏经》《药师经》和《普门品》，念着念着，内心就安定很多，情绪稳定，不再焦虑不安。后来，论文院检通过，我也顺利毕业了。这时我才知道，原来诵经也能增加福德资粮，真的是好处多多。从那时开始，我养成了每日诵经的习惯，而且自从开始念经之后，我就很少有失眠的情况，反而不念经的时候就会失眠。睡前诵经有助于沉淀心念，念完好睡，一夜安眠。感恩佛菩萨慈悲护持，感恩这一段诵经的神奇经历。南无地藏菩萨摩诃萨。分享完毕。末法时期，外道横行，许多宫庙、道场皆已沦陷，被外道占据。更有诸多有心人士，假借神佛之名，行骗财骗色之实，诱骗无知信徒，堕入陷阱，受害者众，导致真正想修行的众生，难以判别正法与外道，或是对佛法产生质疑，甚至产生宗教都是诈骗集团的误解。如此，弘扬佛法就会有很多阻碍，处处受限，佛法难以广传，发扬光大。阿伯曾说，佛法四四北极星，那是恒古不变的道理。如果有错，一定是人经不起三毒诱惑所引起的问题。
而不是佛法出问题。佛法强调戒律，若能遵守戒律，遵守经典的规范修行，思想行为就不会修偏走歪。修行要依经不依人，要以经为师，切莫以人为师。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大圣经典已流传3000多年，一字一句都不曾变动，从古至今诸位高僧大德也都是依照大圣经典修行而证悟，这就是以经为师最好的典范，为世代交离，人心异变，在这被贪嗔痴慢疑污染严重的世代，人心堕落偏差，若是以人为师，很容易被误导，被诱惑，最后堕入外道，原本清净光明的法身慧命渐渐被毒害，从此万劫不复，离佛门正法越来越远。外道陷阱无处不在，除了原本是正法的宫庙，因主事者心术不正，导致正神远离外道入侵之外，外道还会蛊惑人心，创立各种教派，假借神通广大，游说众生前来皈依信奉，人生就能一帆风顺，万事大吉。若不信奉，就会家宅不安，衰运连连，等等等手法，威胁利诱众生加入，还要回去鼓吹亲戚朋友也要参加，帮助外道招揽更多信徒。除此之外，结缘品、开运物、伪经、附佛外道丛书等等等，这些一旦沾染上，就会与外道连线，被锁定，从此干扰不断，让您求救无门，最后又回去外道的宫庙道场求救，如此循环反复，最后就离不开他们，最后只能皈依以及效忠效劳外道，堕落沉沦，永世难以翻身。阿伯的话，现场开示精华节录，魔鬼藏在细节里，外道的经文大多隐藏着贪嗔痴，念外道的经不但容易增长恶念，且会和外道相应，一相应就会被抽福报，念一遍抽一遍。所以说要修就要修正法，要念经就念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典，佛门正道教你修戒定慧，并要你熄灭贪嗔痴，恶念消除，正念增长，附佛外道一样会
讲经说法，但会在细节处曲解经义。若一直接触非正法道场，会因偏差观念以及外道灵干扰而渐渐累积黑气，执心日趋严重，且大大影响心性。若是未及时察觉，就会因被误导而越走越偏。故凡事要用智慧来明辨是非，外道会来干扰修行人，抽福报，灌黑气，因此修行人意志要坚定，时时保持正念，结缘品不要乱拿，否则遇到外道会被抽福报，事情会很多，或被灌黑气，脾气会很差，更不可随着外道起舞，道听途说，因而影响自己和别人的生活。常跑外道道场，就是在效忠外道，福报会被外道吸走，魂也会被外道收去，更有甚者会损坏法身慧命。知道路走错了，就不要再走，切莫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在家诵经就好，不要乱跑道场。外道的经文千万不能念，否则每念一次，福报就被外道抽一次。人活着连呼吸都需要福报，若人生缺乏福报，真的是惨兮兮。凡是您所能想象到的事情，都不会太顺利，事与愿违更是家常便饭。若是福报被抽太多，可能连命都没了，甚至连家人后代子孙都受影响，你说可怕不可怕？所以说外道经文、宫庙道场相关物品千万不能沾染，否则下场一定凄惨潦倒。此诵正法经典，可以涤净内心，恢复心性的清净与光明。多多此诵正法经典，就会加持白光或金光，每念一次就加持一次。佛菩萨和护法还会前来巡视，今请持诵不错，就能常常与佛菩萨和护法相应。持诵大圣经典的好处说不尽，不但家宅平安和谐，还能开智慧，待人处事越来越成熟圆融，心性越来越提升，人生自然就越来越顺遂。阿伯的话，现场开示，精华节录。诵经是一件非常殊胜和有大福报的事情。念经的时候，佛菩萨、护法都会在虚空一直巡视，所以时常诵经，就是常与佛菩萨和护法们相应。贤人求心
不求佛。凡人求佛，不求心。修行人是修自心清净，将复杂的事简单化。求是外道法，越有所求，心越挂碍，其会招感外道灵来干扰控制你的脑室，让你越修越迷糊，越修越复杂，越修越放不下。人生之所以不顺遂，绝大多数都是自寻烦恼，欲望太多，想要的太多，放不下的也很多，执着就是烦恼与痛苦的根源。越执着，离快乐清净就越远。想要放下执着，破除烦恼，需要智慧。大圣经典正好就是智慧的根源。时时刻刻精勤持诵，并且身体力行，您就能从生活中体悟源源不绝的智慧，用慈悲待人，用智慧处事，您还怕人生不圆满、不顺遂吗？佛法是教育，教导众生说对的话，用对的心，走对的路，跟着佛菩萨的脚步走，就对了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摩尼经释，经由南海普陀山观世音菩萨大士亲自指点，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，借由实际解决众生累劫累世因果业障问题，治因果病，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，普度慈航。我们不接受供养，不收钱，不推销，不强迫修行，只求能结善缘，解决您的问题。我们专解因果事件、因果问题，治因果病。无论感情、婚姻、家庭、事业、家族、身体、户籍、学业等问题，均能请示，有医生看到没医生，有神问到没神者，不妨一试。因为精舍义工分别住在不同县市，且平日各有工作，只有星期天早上才开办祭祀。现场请示：台湾彰化县西周乡朝阳村陆军路一段271号。